今年的花莲县玉里镇歇天宫很不一样，为了迎接和欢庆这个难得的150周岁，玉里镇歇天宫从4月11号到4月17号有一系列的活动。26号的这一天也在玉里镇上全天绕境祈福，也吸引了许多的信众围观。今年的花莲玉里歇天宫很不一样，为了迎接和欢庆这个难得的150周岁，玉里歇天宫从4月11号到4月17号有一系列的活动。16号这一天也在玉里镇上全天绕境祈福，吸引许多信众围观。晚上就在玉里镇上的圆环举行绕境活动，镇上有许多的宫庙也共襄盛举。不只有精彩的烟火，还有受到瞩目的炮炸虎爷。玉歇天宫表示，即日起可以到柜台办理斗灯登记、天环入库、超度拔剑、普渡捉回向、祈求个人圆成光彩、消灾解厄、度运延龄、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，也欢迎善信大德共襄盛举。记者高双双玉振采访报道。